网易娱乐的朋友们，微微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微神李。微神微不同于其他团队的优势在于不同的表达方式，没错，会说非常多的语言，对，语言的多样性，还有就是我们的不一样的舞台，对，每个人不一样的感觉。不一样的颜色，不一样的颜色，对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的魅力。这段时间我们宅家解锁了某某某这三个技能：清洁、训猫、训狗。Three, sit, sit, hand, hand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某某最近经常撒娇，或者是几个字啊？啊，那我先讲，两个，那我先来吧。这是谁啊？你们可能不知道。某某咯，某某就是你喽，某某了，我们这边就是两个字 ，X 不两个字吗？我董思成，刘洋江，对啊，你有金王冠球队了，两个字就是两个字吗？两个字你说了，两个字喽，你喽。好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乾坤最近经常撒娇。如果威珍妮受委屈了，我会跟她说什么来哄你？我会说，我会跟你说。不要不开心，直接跟他说什么？跟他说，要跟他讲，跟他讲。我要认真。要跟他讲，我会跟他说。我太难了。我们这样。要不我这个挺好玩的啊！要不我们每个人啊，装就是跟你前面这个魏经理说一些话，就是碰他啊。你先吧，我最后。我为什么要先？我想看你们先这个挺好玩的。我会说，没关系，有我在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。为你这么感动。唱得好，唱得好。OK， 来个问题，下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。说好的一人一句呢？对于威神杯来说，威神你是什么样的存在？这个不要说，对，不用说嘛。我跟你说，这样你都知道的存在。对，可以不说你了。好，空气。你空气，你当空气了呀？不是。氧气，我想的是无时无刻都在。可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并现场教学新歌编舞的 Kingo 吗？好，来，这张专辑呢是我们微微的首张正规专辑，然后里面呢总共收录了十首歌曲。然后其中有九首歌呢是我们成员有参与演唱的，还有一首歌呢是插曲，而这首插曲呢也是充分了描述了我们威神杯的音乐色彩。九首歌呢都是有不同风格的歌曲啊，你想要的都有，你想要甜的，你想要咸的，辣的，什么味道都有，甜辣的也有啊，超级辣的，超级辣的也有，酸甜的也有，对，真的是每一首歌都是我们注入了灵魂在里头，对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每首歌都要去听，每首歌都很好听哦，真的，对，好 ，Killing Point， Five, Six, Seven, Eight， 炸，对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棒，第二个是。耶，帅，第三个呢？威威。此次专辑中哪首歌最符合你的取向？我是 Domino， 我也是 Domino。我是 Dead Alive， 我是 After Midnight， 我是 Stand By Me。OK， 我是甚至 Unbreakable。OK， Unbreakable。Domino， 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拍摄主打曲 MV 时，有没有发生一些印象深刻的趣事呢？其实就是 Henry， 他这次就是很敬业的，他拍摄了他的部分，对，所以你真的。然后他那天，就我还记得他是凌晨拍的，对，然后那天也超级冷，特别冷，那天其实有零度嘛，零下几度。摄影组他们也一直有帮我加热那个水，但是因为那个水的容量实在太大，对，然后它加热的部分也只有这么一点，然后一搅开的话还是冰的，但也还是很感谢就拍摄组那么贴心的帮我。就是准备了一些热水啊，还有毛巾啊，非常感谢。对，通过这次新装活动，想给大家展现什么，或者想实现的目标是？通过这张新专辑呢，其实我们想就是第一个呢，想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。那当然呢，这次说实话，我们准备这张专辑准备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，对，然后每一首歌呢，其实都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去准备。我希望看到我们每一首歌都可以在排行榜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歌，哇，
这是真是我个人来讲最大的一个愿望。哦，我有一个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带这个专辑去全世界的演唱会。上一次感受到世界好小，这都能遇到的事情是什么？你呀、啊，这世界真的非常小，但是我们遇见的偏偏就是你。哇，哎，这是情话，对，这土味没有，这完全是情话，对，太强了，对，太强了。成员们最近养了猫和狗，请说一下你们分别是猫派还是狗派吧。我们都喜欢的，对，对，其实都喜欢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像猫狗，他们像人了，现在对，没错，小朋友。我有时候要会抱着那个 Louis， 然后就 Louis， 他对，他是想说的这样子。而且其实我们家的狗跟猫玩的特别好，是这种好吗？然后我们的贝拉太可爱了，热情，他现在走路就是这样子，对，他走路是摇尾巴，很可爱啊。因为他坐下来的地板太滑，一直会后退，一直倒退。粉丝十分怀疑会在彼得受害联盟那里看到你们的消息，有想过投稿的冲动吗？哦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是，那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个肖俊可以讲一下。这点是我们没有，因为我们贝拉是很有家教的，对，对，我们对贝拉是。我学习特别我学习是对他特别严格的，对，所以说他，我相信他会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。对，如果给队友发消息已读不回，你们会？对吗？是啊，就是这样吧。对，我们都是这样子。对，反正过30分钟就会见面，就大概会见。而且就是我们就本来就天天见面嘛，我觉得聊天记录里面可能比起聊天来说的话，更多的是面对面嘛，转账记录。对啊，最近都是一个小狗小猫的那种照片。对呀，没错，很可爱的照片。然后我哎，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是啊，我们其实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就会在群里面说。谁要吃饭，然后呢我会倒时倒时十十九八，然后在这十秒里面如果谁回我的话，那我就跟他一起吃。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。如果可以和成员们互换一天人生，你们会选择谁？分别来说说原因吧。说真的，我们换一下也是在同一个宿舍过，啊、在同一个房间，对、啊、一样的。我们暂时现在人生是一样的。对，对啊、所以我最想换的是Bella， Bella， Bella， Bella 那个照顾很开心，很开心每天，一直这样。然后我也受不了啊，然后 Bella， 哇，哇，恐怖啊！不是，如果 Bella 跟旭旭对换的话，那变成旭旭是这样子跑步，然后 Bella 是这样走路。我早上7点就开始叫旭旭。谁镜头前和私底下反差最大？反差。哎，没办法，因为在舞台上很帅气嘛，你总不可能到台下还是对呀、啊，你装那个脸，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还生魔生还是？你想看，薇薇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这样啊，睡觉的时候也是是要跟我一起吃饭。如果你中了彩票，必须分给一个成员，你会选谁？3、2、1 ，Mungus， 啊！我全部都分。对，我都7个都分，我7个手指，没有分6个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分了、啊、我不需要啊，老口哇，游乐欢岛一定会带上的成员是谁？3、2、1、我会死啊，旭旭会盖家还会找回来、欸、我在试试他会盖家，我在路上还有红色还有砍树，我会用石头砸树。谁的游戏胜算最强？玩游戏的胜算。3、2、1。游戏是你说打游戏还是就是他很想胜胜负欲啊，很想胜利。他们俩都有，他们俩，他们俩，对，他们俩，他们俩。所以我不玩游戏。对。他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玩那个？对啊，打船的那个不是那个魔法棒的那个啊，我跟他玩那个，他手是这样抡起来。之前玩格斗游戏那个才是真的，好像真打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。
人是应该有这样的东西。对，下次吃饭是他请客就好了。哇，为什么你请？我很期望你请啊，七个人。不是，你要请我们全世界人，就是你要请我们，啊，是你要请七个人。对呀，对呀，期待一下，我们期待着，期待着。